这是一座梦想的城堡，这是快乐女生的第二战场。1000平米封闭空间，130个无死角镜头，64路全程信号，200人跟踪制作，全天候无缝监控。这座城堡用歌声全副武装，你凭什么留下？上周比赛，大嗓门玉佳丽遗憾出局。玉佳丽拿到452票，王艺杰拿到518票。我的梦想还在继续，还没有完，我还会站在更大的舞台上为大家唱歌。佳丽再见。所有选手错愕难过，我心里面特别难受，就没有想到终极 PK 是王艺杰和玉佳丽。唱功最好的为什么总要在后面 PK？ 其实这种也是一种磨练。这个舞台华丽璀璨，却终究毫不容情。除了实力，梦想的征途如此不易。我觉得这场比赛是一个完美的结束吧，就是我觉得是我画上一个非常好的句号。一个位置吧，抱抱。每一个星期走一个人，就希望大家都能坚强起来，用微笑去面对这些东西。我相信佳丽她会更坚持，更努力，更坚定地去走。一天天学习，面对比赛的残酷，疲累的选手们又开始了全新的一周。虽然前途未卜，但也满心欢乐。现在这座梦想的城堡里只剩下8个人，走下舞台，他们便是相互之间仅有的陪伴。而每一天里这样的开心越来越珍贵。短暂的开心之后，紧张的一周小考接踵而来。收起轻松和笑容，选手们即将迎战。本周谁将成为新的落马选手？女生学院严酷考试再度拉响警报。你们好，我是陈珊妮。上周的学员考试，你们单独作战，用个人的歌唱实力以及独特的想法呈现了很好的演出。本周的考试，我要考验你们的是作为歌手对于不同风格歌曲的诠释能力。所以我要宣布，本周学员考试的题目是戏曲元素。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当场我就崩溃了，因为戏曲在我印象中就是高音，各种高音，瞬间我觉得天哪，我要崩溃了。哇，戏曲就一个石头就感觉砸过来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们八强选手将会被指定分为四组，分别演绎四首带有戏曲元素的流行歌曲。我现在宣布分组为杨洋、李斯丹妮演唱《霍元甲》。因为我跟他就是两个人两个人组的，这次是第一次，所以说比较紧张。刘星、王一杰演唱《北京一夜》，范林希、傅梦妮演唱《苏三说》。这次规定的歌，我压根我就不会唱，然后我就听到我就懵了。苏妙玲、红尘，你演唱《新贵妃醉酒》。如何将戏曲元素里的手、眼、身、法、步和流行音乐的节奏做融合，并且让两者达到平衡，这是你们需要去注意以及揣摩的地方，也是这一次考试的重点。同时也为你们请到的著名剧演员，也是金马奖最佳新人奖的得主，饰演少年梅兰芳的余少群老师来指导你们排练。需要提醒你们的是，从现在开始 PPTV 网络电视学院考试关注指数的通道已经打开，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将受到网友们的关注，而他们的关注指数将会直接影响到你们的成绩。24小时之后将会决定有一个人站上本周总决赛的终极 PK 席。祝你们好运，我们明天见。啊！我注定了，我直接晕倒。哇，这歌太难了，就本来我以为唱了就算了，还要加代言的，然后我就死翘翘了。怕我害了你啊？不会啊，不会啊，为什么要害我呢？不会啊。其实我觉得红尘应该没什么问题，但现在分到组的话，分到一起，我就觉得我要害到人了。反正这一次完全没有信心，现在心情一下子跌到谷底。这个考题我觉得就是在整我，然后我就绝望了。这个考题蛮有趣的，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好多人驾驭不了，因为我们都是唱这种流行歌曲的，然后突然间要接受戏曲的东西可能没那么快。啪，开扇，然后上前一步抖扇子，是这样吧？实际上我也蛮喜欢戏曲，觉得自己不会，而且那个什么身段韵味那些，其实我自己蛮喜欢，挺喜欢的个人，只是我就是弄不来。君在给我还，这一次小考就是唱就加入戏曲的元素的歌，就难到我了。就是这个考题好虐人哦。爱恨两茫茫，问君何时所有的人的歌曲都是流行歌里面夹了那个戏曲的元素在里面，就是觉得戏曲的这些身法挺难的。这要给编了。什么情况？怎么办呢？就红尘比我高，然后我还要演男生，然后各种这样的动作，哎呦天哪，真的难到我了啦。现在想一想那个表演的方式吧。就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对不对？
我是个没什么想法的人。没事，我知道，就是现在我很明确很清楚，因为从前几场杨洋就是给我的感觉，她就是很柔顺的那种女孩，想法就是可能不是特别特别的多。我觉得我和李思义组可以省很多事儿，他可以教我就做一些动作，就这样。然后他有舞蹈在，我觉得应该会省很多事儿。哦，又要洗脑是吧？很难。要用就不一样的感觉，把这相同的就是那个歌词唱出不一样的感觉。就是我们可以一刚一柔，就是他就是做那个比较刚的那个角色，然后我就做那个比较柔的那个角色，女性一些，可能会拿着扇子啊这样子。这个想法是李斯想到的。不想再问你，你到底在何方？然后我唱两句以后，完了你再唱。我一直对戏曲很感兴趣，我喜欢挑战，我喜欢有意思的东西。我还挺期待画那个西装的，这辈子头一次啊。这门关是你对我深深的思念。慢了，又拍我睡觉，又拍我睡觉。不是，红色，你那个高音里面上去没有？菊花台。小区就是大家跳着兰花指，然后唱戏，然后说话也是用那个唱戏的那种方法说话，我觉得还蛮好玩的。你好，啊，你怎么在这里啊？不是演那个倩女幽魂的吗？我有去电影院看。好，一会儿电影票拿过来报销。这个红尘是吧，我觉得你就在搅戏了啊。他在前面唱的时候，你不是有一串动作吗？其实你应该是为这个戏带来天才，对不对？这个你的动作，但是我刚刚分明觉得在那边搅。老师说我是搅局的，有点自信心受挫了。包括你的那种蹲，那个蹲的时候也是要有要也要角度的，那边去了，就是有这样的感觉。你看这样是不是不一样了？但你刚刚有点这样就不好。我会继续努力练的，然后到了晚上，希望能够给我们这一组带来安全的消息吧。最主要的，你是第一次亮相给观众看，所以你出来的时候声音大家已经听到了，那下面是什么呢？是你这张脸，所以你应该是配合你那个，对，应该是一种妩媚的感觉出来的。声音那么好听，为什么不把表情再加上去，让它更好看一点呢？对吧？你的动作就男生的动作要再帅气一点，就是比如说拿扇子的时候，你要有几个扇子打开跟他在一起，就是啊，对，像老师说那样，就是我不够爷们儿，不够洒脱，那个份儿还练不到。真的话，你肯定要有一点气魄，就是这种出来，或者是，哎，对，就记得别这样直着收。精气神啊，然后那个就是啪那种动作的那个范儿，我感觉我做出来特别丑，特别畸形。唱的是霍元甲，谢谢老师，行，开始吧。
为是两个女生在表演这个，所以就是角色的那个感要强一点。就我觉得你特别好，就是那个这个武生的那种感觉啊，包括那种都特别好。然后你呢，就是要为了配合他，对，就要柔一点。特别你们两个人，对，嗯，杨洋之间配合那些，不是挺尽人意的。每次都是我去求他去叫杨洋。晚上就这样好好表现就是了，我觉得就自然的大胆的去表现。白象方便面提醒您，下节更精彩。牵住我你的心，牵住你的脸，宣布本周待定的选手是本周的考试主题，演唱带有戏曲元素的歌曲，让从未接触过戏曲的女生们忐忑不安，甚为担心。我直接晕倒，哇，这歌太难了，这个考题我觉得就是在整我，然后我就啊绝望了。在接受了于少群老师的认真指点后，有人开始信心倍增。我还挺期待画那个戏装的。有人却开始对搭档心生不满。跟杨洋之间配合那些，不是挺尽人意的。晚上的考试，谁又会站上那个充满危险的待定席位？学院考试即将开考。原来别人唱戏才会化这种妆，第一次化虽然有点奇怪，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新鲜的，我觉得可美了，我觉得我是最好看的。我的嗓音哈，这加上我的脸哈，现在真的特别帅，有没有觉得？看着特别睿智，然后特别有才的一个皇上，有没有？我脑袋上这东西有八斤重，特别沉，然后每个人的那个眼睛都必须得画成就是那样事儿的，你们觉得呢？美吗？这次我要演的那个，我要扮演将军嘛，不自然我就成了将军了。然后他们就给我化着这个妆，然后穿这一身像打手一样，我就自己各种帅，然后真的好帅，特别是侧面，你觉得很帅吗？然后我红尘，我简直就是无语了。从他今天衣服换了，然后妆戴上之后，哇，就简直变了一个人，他就直接就杨贵妃上身了。哎呦，开始了！变身贵妃，你是老太君，老太君，变变变变变，老太君。今天学院考试的主题是戏曲元素，如何将戏曲和流行音乐做融合，这考验了你们的能力，也考验你们的想法。你们好，我是于少群。我知道你们不是专业的戏曲演员，那我希望在接下来的表现里看到你们对戏曲元素的理解。需要告诉你们的是，今天的四组人当中有两组能够安全过关，有两组将会暂时危险，而危险的两组当中
PPTV 网络电视关注指数最低的那个选手将会直接成为危险三人中的一人。剩下的三个人当中，我和余少群老师将会从里面选出另外两位危险选手，最后再从危险三人当中选出本周将站上总决赛终极 PK 席的带领选手。现在我宣布考试开始。最好的八十斤重沉浮了，在午夜问路，走到了百花深处。唱法其实可以再融合再调整一点，尤其是刘心怡一开始唱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个唱腔其实是有点刻意的，其实你不是很能驾驭，尤其是那个尾音。我们请杨洋、李斯丹宁到考试间准备考试。最后那几个动作有点散，你可能注意到情绪了，可是你又忘了动作了，融入性差一点。嗯，李斯丹妮今天的表演很差，你只是很快速在念那些括字而已，所以听起来会很尴尬。我想唱的部分的确是蛮有问题的，吓死我了。今天你真的有唱很烂吗？加油加油。就在一瞬间，举杯对。
是你给我的礼物，以后命运之际把轮回为你歌舞，剑门关是你对我深深的思念，愿为破下愿为真爱魂断红颜，一花开到一明月，谁知无爱戏中行，醉在君王怀，问醉大唐来，陛下再饮一杯吧。红尘是我最担心的一个选手，因为今天下午的排练我发现你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的能够掌控这些动作和你的表情，但现在看来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惊喜。没关系，整体性还不够，可能都在考虑自己怎么样完成自己的部分，但是你不要忘了你们是一个组合。两位的表演我都觉得其实唱的也不是很差，表演也不是太差，但是就是都刚好只做了一半，就是都少了一点什么东西的味道。谢谢。哇，你们怎么了？但是我觉得大家你们杀了我吧。没事，都怪我，都怪我，不该面无表情的在那里唱歌。我觉得比较没有疑虑的是那个红尘跟苏妙玲，这个应该我们都觉得其实他们表演是蛮好，尤其苏妙玲的表现的确是蛮好的。对对，其实我之前是不太看好北京音乐，但没想到这样整体的效果会很棒。我会觉得他们平常的表现其实比今天要来的好一些，他们今天太过于雕琢。傅梦玲跟段林希，其实他们花了很多功夫在经营戏曲的表演，但是很难在一天之内做好。我个人比较担心霍元甲，太注意情绪了，然后动作可能又忽略了，就是很拘谨还是怎么的，就是像有点打架的感觉，有点壮，而且有点表面。那我们意见统一吗？是。在我面前站的是快乐女生的全国前八强，在今天考试过后有两组将安全过关，两组将暂时危险。今天考试的题目是戏曲元素，除了天赋以外很重要一个东西就是态度跟努力。好，请苏妙玲跟红尘你们两位出列。
您今天表演带给我们很大的惊喜，其实也带给所有的人很大的鼓励。我觉得其实在很短的时间内，只要你愿意是可以做到的。恭喜你们，你们安全了。今天老师评价就挺高的，就这还是有点意外。有这样的成绩，我觉得真的还是默契吧。剩下的三组里面，其实你们的能力来讲的话，相差其实都不是很大。有一组选手给我的印象挺深的，表现的时候整体性非常的强啊。那么他们就是刘星和王丽杰，北京一夜，请你们出列，你们安全了。剩下的四位选手，我们给了你们同样的时间跟同样的条件。我知道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而且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能够学会或驾驭的一个考试的题目，但是有人可以做到。我要先宣布，在你们四个人当中， PPTV 网络电视关注指数最低的选手是傅梦玲。你们三个人当中，有一个我觉得今天整体的实力是还是不错的。杨洋，你安全了。在我面前三位女生，你们今天表现都有一些失误，但是你们有最后一个可以自我拯救的机会。好好思考一下，然后进来告诉我，你凭什么留下来？一定要好好说。我每次都好好说的。不要放弃。我每次都危险，这一次肯定要站起来。其实我每一场我都会想到，可能我今天就要走了，特别是今天，我又一次的被划到危险区。但我不会放弃，我还是会努力。其实我压力蛮大，我也没有权利去就是怪别人怎么样，只是说在这之前我们做的东西还不够。我觉得第一次在这里，我真的已经猜到了。从昨天晚上练了一晚上，然后到今天练了一天，然后我们俩都不停地一遍一遍排，一遍本排，然后我还特别非常要感谢傅梦妮，她一遍一遍地抠我的动作，每个动作抠，然后才能让我像刚才那样。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努力了，我觉得我能留下。就是我第一次站这个台上，然后今天感触比较多。因为这一次，我觉得这一次我跟杨洋确实就是我们在一些沟通方面比较欠缺，就是一些配合上，然后一些形体还有唱歌方面都是我来完成的，然后他基本上就是附和我，就听我，也没有给什么意见，所以说我觉得我可能那方面想的心思比较多，然后忽略了就是在唱的方面。我确实我觉得今天唱可能在后面一些节奏拍子没有跟准，但是我想说的是，我这一次我是真的用心去准备了。我又来这里了。我每次考试都会被危险，然后被带电。我自己想过很多，可能我是一个比较马虎的人，然后下的苦功时间还不够，心里面特别难受。我终于体会到那种以前在学校里面就是班上成绩比较差的那种同学的心情，就是一直追都追不上别人。我想留在这里，我还想继续努力，我想翻身，我不想再每次都在那边。Everybody 一起进去，我不想站在这里。
请段林希、李斯丹妮上前一步。段林希，其实我有看到你的努力，我相信余少群老师也有看到你的努力，但是我觉得可能每个人能力其实都还有一点点局限，我会希望你其实可以再更放松、更开阔一点。李斯丹妮，你一直是我心目中觉得里头很有魅力的选手，但是我知道你在演唱上经常会出一些状况。我现在宣布，你们当中安全的选手是段林希，你安全了。傅梦妮，请你上前一步。我觉得不要让对自己的认识变成是对自己的限制，我觉得你可以做得更好。我现在宣布，本周待定的选手是李斯丹妮。这次失败首先是一个心态问题吧，然后其次就是合作方，因为我合作的人导致我分散了精力，分工方面我可以说我是包揽全部的。好，又多少给他设计的东西，然后他能够很好的把诠释出来。杨洋，你安全了。呀，挺不错的嘛，这个好吧，我就帮了他呀。周五就好比呗，就站在那个终极 PK 台上，感觉很不错。在前四周的学院考试中，李斯丹妮都是安全过关，从未面对过危险局面。李斯丹妮，你们安全了，安全了，安全。而这次，他被危险待定。待定的选手是李斯丹妮，将站上明天总决选的终极 PK 台。是强势爆发，捍卫动感歌者的荣耀。还是抱憾离别快女舞台，为学院考试的结果付出沉重代价。24小时后，谜底揭开。